我曾经见过你，在府外。小侯爷，您认错人了。阿征，金帅，你为何会在此？ 你们两个，兄长，我和田太医只是在这儿恰好碰到，我便问问他那日落水之后可无恙。哦，小人卑贱，得小侯爷关心，小人还没来得及谢小侯爷那日披衣之恩，那件外袍看起来相当名贵，小人已经洗好。你留着吧。 不，那件衣服我相当喜欢，你还是给我送来吧。哦，是。阿征，我从未见过你对我身边的人如此亲近。这田七有何特别之处？他也没什么特别的，我就是觉得他有趣，合眼缘罢了。阿征，我有正务要与你谈，一会儿去你屋里坐坐。